来啦，我来分享白同学自制的迄种小鱼的迄种鱼缸。来，竖入来，甲倒过。因为我这内底有一挂小鱼，白同学用最困难的方法做一个小鱼，啊，内底各位小虾，你有看？来看这個，有无？啊，佫有一挂虾苗。小鱼哪生？哎、欸，你讲生够够只十只？啊，十只。好。然后小鱼佫个，倒过小鱼佫真好走呢。佮要甲小鱼甩落口，赞成要小鱼甩落口，拍甩落口。对啊，清咁好。而且小鱼若用渔网落去网哦，行起来伊椎间盘弄一个断去。正经要抓抓袂到，一只小鱼佫倒落去，小鱼佫倒落去，啊，这水都有对温的了。啊，来底做个简易的造景。迄拄仔等下虾仔要割上歹割的，迄虾苗啊，钓鱼呢？哎呦，内底阁有足细只虾仔哦，你有看？敢若网啊，足成蛆无？那真污啦！是变垃圾手机啊啦！哇，我看到啊，正经要对对也袂准。小虾苗，小沙贝，这手机啊，大家来去用到迄种反光的白色的啥都拢，它就完全都丧失那个对焦功能。这是目前科技还无多进步所在。来，小鱼，进来，这个一只虾。有咧小虾，毋要去用一个巧面咧，来啦，等下戆戆咧，人讲用这卡咧嘛，无影好卡哦，我无爱用啊，用这就好，用这较紧咧，安尼无落起来，毋共款，不是都一样，后壁迄虾苗就歹用诶，好。安尼不是都一样，嗯，好来哦。剩只小虾苗，我知小虾苗规个水都也倒落去，这个来，哎，两只，这较紧啦，对，虾苗几啊只，小虾苗，小沙贝。较大咧，好进来了。小沙贝，小沙贝入来，即摆内底这上细只，这那蠓啊，这无，这那蠓啊，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用了。哇，这水底下咧起雾是白起呢啦，三只。到底要怎么弄呢？来哦，小烧杯哦，有起来哦，哎有呢，无看，有啦，伫遐啦，小烧杯嘞。所以我这个饲虾是真歹饲的，啊偏偏啊白龙是阁足佳的饲虾。阁几只？欸，我会记虾仔囝无少，无少食呢，奇怪。
无起来，敢要去用一个巧伊食啦，起来啦，像蚊子这一只，十三杯，好来看个有活口的，那无卫生安尼就好个，没有了嘞，好 OK， 来，来分享一下，我这个生态园区。你看小鱼，哎呀，真可爱！啊，我内底有简易水草，甲种者，啊，这珍珠草这尾也种起来，琉璃仙境要用的。好，好了，简易的分享给同学，水哦。